房号是几号的？329。各位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现阶段的时间呢，是由本班电影精心为各位所准备的流行活动。首先呢，首先邀请各位嘉宾呢，我们欢迎从大厅移动到北大厅的来宾。我要我在车，像赛车。对呀。可以坐前面国际公园。这好像。吴兴义，这里是游乐园。马戏团哪里呀、啊？那里吗？啊。马戏团。那个马戏团还在整修。这个要很久才会修好。你要坐好。咦，你要坐好哦。好啦。哦。那你也坐好吧。哦，我在照你。房间号码是0329嘛？那在园区移动的话是坐车还是用走的？两个都可以。都可以。晚上是建议轿车，因为晚上跟灯光比较暗。那因为园区大的话，可以动它长得比较响，有时候客人会迷路。OK。那你们这样车辆跟房间数量够吗？如果说啊，像我们等一下如果要去游泳，也是在轿车这样。对，在轿车就可以。对啊，要先去你的房间呢、啊。你刚刚不是很想去房间？